趁烟火绽放之际，太子安排刺客假装要杀皇上，再安排救驾博取信任。怎知此时太子妃突然自告奋勇当人质，原来刺客就是师父，要趁乱带他回西域。太子妃想起自己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。你是不是顾小姐？是我。我再也不会忘。东宫即将进入精彩大结局，锁定我来综合台，每晚7点。